愿意为此生无怨，只剩下思念。时光转，岁月流年，谁可曾甘愿？风云变，长啸狼烟，怒斩风天。心若成空，血泥心痕，生死合欢我踏破时空，只为与你相见。你们留在这里，我们约定好十天之后的晚上动手，时间一到就顺着这个路线逃跑。原来这些天你都在忙这个。嘿嘿嘿，看来已经将隐逸世家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。这些地图你们不仅要随身携带，更要牢记于心。这一次隐逸世家肯定会被搅得天翻地覆。雷公子，我们该走了。是族长派你们来的？我叫司空爵，此行负责雷公子的安全。你们带光耀之石了吗？临走前我想确认一下。带了，请雷公子过目。总共带了50枚，剩下的在我的空间戒指里。确实是光耀之石，没错。司空一那老贼肯定嘱咐过他们，绝对不能把光耀之石交到我手中。雷公子，我们走吧。别装死了，给我起来！还敢瞪我！你母亲那不知廉耻的荡子，居然勾引外族之人，生下了你这个杂种，能活到现在，算你命大！糟了，如果他现在出手，那一切布置就前功尽弃了。哎，兄弟何必为了这么一个人动怒？马上就到用他的时候了。要是打伤了他，我还得浪费丹药替他疗伤，不是吗？这一路上总要给我老实一点，要是敢耍什么花样，我扒了你的皮。没想到断剑这都能忍下来，只要迈过隐逸世家这道坎，断剑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。聂礼，一路小心。不会有事的，我走了。我有很不好的预感，此行雷毒若是带解药回来，立即杀了他。是，我一定亲手帮父亲除掉雷毒。我说的不是雷毒，而是断剑。一个黄金三星而已，
断剑不除，我心头难安。是。这些鬼东西真是可恶。怀里搂着族群的妙龄少女，现在却要跑到这一个地方，真是令人恼火。说起来，都要怪这个雷铎。啊！若是不想办法把他们干掉，他们还是会越来越多。消息够了吧？该轮到你了。扫码关注若红文化公众号官方微博，海量资讯，独家花絮，大家多多关注哦。